温暖的阳光下，来跟各位宣布我们12月31日跨年夜的许许多多的明星，包括岳蔚如萱，包括张震岳，包括炎亚纶，包括毕书尽，还有许许多多一线的，还有实力派的唱将，都丰富了我们跨年的节目。那也让我们各位好朋友一起来感受台南的温暖及热情。那其中呢，我们特别也邀请了国际明星，也就是韩团的少女时代的孝渊，她是一个多才多艺，既会做 DJ 又会跳舞又会唱歌的复合式的明星。那么她没有所谓的外交泡泡，也没有所谓的艺文泡泡，她就非常规规矩矩的来台湾，然后做了14天的这个检疫，然后呢才会在舞台上跟各位见面，所以请各位放心。但是我们要别人防疫，我们自己的防疫工作也要做好。所以包括从今天晚上12月18日开始，我们每一场的这个音乐会或是晚会或演奏会，都会要求所有参加的人请戴上口罩，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。那么找到的民众，除了你自己戴口罩之后，我们还会赠送各位这个主题印象台南好样的纪念口罩，这上面有台南好样的字，当然这个部分是纪念品，送完为止。那但是最重要是你自己身上的口罩，这个嘴巴上的口罩要戴着啦。所以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健健康康、快快乐乐，还有这种最重要平平安安的参加我们的演唱会，然后快快乐乐的出门，平平安安的回家，健健康康的这个持续下去。那所以说，不管刚刚提到，不管是 Martin Hergens 或是 Mary Jace， 来自荷兰、来自英国，还有来自韩国的国际明星，他们来台湾都是居家检，都是检疫14天，然后在自主隔离7天，然后自主健康管理7天，然后才这个做这个表演。所以请大家也放心。那请各位既然要要求别人，我们自我要求很重要。各位来参加我们的演唱会、演奏会，戴上口罩。好。